其实师傅还是觉得你们童年就是该有童年的样子，你们现在就很棒，保持你们热爱舞蹈的初心，对一切事物都保持着好奇新鲜的态度。丁师傅也是第一次当师傅，所以可能有很多地方做的没有那么好吧，也是希望小朋友们谅解。以后见面了，师傅不仅可以是你们的师傅，我们也是好朋友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其实这次师傅也有在你们身上完成了自己小时候的很多，可以说是小遗憾吧。比如其实我小时候特别其实我小时候也是特别希望，比如像是我很相信有光有希望，但是很多人就过来打击我。但是既然我有这个可以去给你们一个制作希望的能力，我就希望能够在你们身上施展出来，让你们相信光，也算是弥补了小时候师父的那个小遗憾吧。希望你们可以一直正直，一直善良，一直有担当，团结的成长，可以吗？这就够了。师父。